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man， 耶，我们又回来了莱斯模组啦。我们上一集呢做了海底传送门以及长管步枪跟 NOD 麻醉针，还有极地装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呢就要来抓这个 NOD 模组的这个最初始的恐龙啊，一定要有它，我们才有办法进化啊，才有办法继续玩下去。这是这个游戏的核心，就是哪一只呢？就是我们的电鳗，好不好？那这只电鳗呢，它叫做初始电鳗啊。这个叫做初始电鳗呢，它是所有这个 NOD 模组的一个重要核心，就是它从它开始的啊。以前我们玩过其他的那个 NOD， 不是那个 DNA 模组嘛，是不是进化的方式是不太一样？就每一只恐龙都有它独特进化方式嘛。那这次莱斯模组是把所有 NOD 的模组进化的顺序，全部都从这一只电鳗开始。那这只电鳗呢，它是一条长相算是金色的电鳗，然后用大腿肉和平驯服哦。那基本上呢，我是不知道打不打得赢啊啊、哦，不是啊，不是打不打得赢啊，我不知道会不会被他电死啊。反正我们不管啊，我们先找到再说啊、哦。然后呢，老头呢之前上一集不是有做长管步枪麻醉嘛？我后来发觉他超烂，没在跟你开玩笑，他真的超烂的。不信你看我射一下这一只。我把它射，我把它射看可不可以把它射晕，因为把这种阿尔法恐龙射晕可以拿它的 DNA， 将来一定有用。有没有？才加这样子而已，然后就飞走了。你是飞屁飞啊！好，然后这只也是可以驯服啦，只是我不知道驯服它可以干嘛、啊。算了，矛头先指向你好了。等一下，如果我这样子，应该是不会飞太快吧？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快乐马嘛，丢、欸、到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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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他现在不能动了。哎、欸，是两只还一只？哎、欸，不能晕啊！哦，但是不能晕到底要怎么抓啊？我帮他解开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重点是帮他解开也不能喂他、啊，也不能动啊！他只能卡住了、欸。这是 bug 吧？我把他杀掉好了，反正以后应该遇得到啊。杀了你！哇，血太多了吧？要跑掉了，他会攻击我。看样子是不会的，我把咬死看一下会拿到什么东西好了，其实我还蛮好奇的。那血真的很多哎、欸，我们站着攻击。阿根廷这次更新可以站着攻击了，咬一下才1000多而已，怎么攻击力这么迅，这么变得这么的弱？可是因为它是甲壳的关系啊，它的那个贝壳很硬，有没有？硬到一个不行，硬邦邦。那我们是尝试的把它咬死啊，反正它不会主动攻击。来。哇，你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只给我甲壳而已，好不好？被骗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各位兄弟们，有没有看到左下角有一滩尿啊？尿液有没有？不是啦，不是尿液啊，是我们的进化初始电鳗就在这里出现了。哦，那其实我不知道到底要如何去抓它，我也不敢保证我能100%成功，所以说呢，我要在这边强制存档，然后潜下去去抓。哦，靠近它。但是又不能被他电晕，这到底要怎么做呢？我除了穿极力装之外，我没有其他抗电的方式去抗衡啊，这个就很莫名的。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初体验啊，咱们来初体验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已经备份完毕了哈。那我好像没有望远镜的样子，我们只能呢用我们极力装慢慢的往前行，而且我们好像也没什么氧气。根本是找死吧！你看那边就有一个巨齿鲨了。啊，我们的电鳗去哪里了？我看见了，这么的遥远。哇，虽然他们好像看不见我似的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危险。你看那边有一只蝠鲼过来了，可以不要吗？蝠鲼，我现在找这个麻醉来做自保。别电我啊，拜托，宋哥求你了。完了，这真的很危险。等一下，你在看我了吗？这不愧是极力装，你看这么近都看不到。啊，你看不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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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重点是我在水里，我要怎么去喂它、啊？好像可以的样子、欸。等一下，哇，等一下，直接过来了，死定了。试问我要如何抓你呢？我已经被你电晕了，大哥。你的视野就这么的广阔吗？这个电鳗的警戒性非常的高啊，
我只要稍微在远远的地方，他就 K 笑了。我们试试看吃杀虫剂有没有办法，不要让他这么的紧张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连喷杀虫剂都没有办法靠近了，那我真的需要好好的报告一下这个官方的作者。啊、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大哥，不要，大哥。我又晕了，到底要怎么抓、啊？他几等啊？这是几等啊？重点，靠腰电到我了。趁现在，趁现在，趁现在，味得到吗？他在咬我是不是？可他咬不到我。哦，居然抓到了！感谢上苍，感谢上苍，我居然抓到了，这是很神奇的一刻，你知道吗？实在是太神奇了，我把它传到海边，太神奇了吧！啊，连我都被传过来了，完蛋了，我要跟廷要被放生了。一个太兴奋，我忘记了，怎么办？好远哦，我要怎么去找他呢？算了，我想办法好了。2000 years later. 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我们回来啦！哦、我们成功的把这个阿根廷巨鹰接回来了哈。然后呢，也感谢他为我们承受这一波电流，我们才有办法，索性的可以抓到这一只电鳗。拜托，初始电鳗你别死啊！哎，你现在是极品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现在进化只能进一波啊，就是那个叫什么东西？青蛙的 DNA 跟这个十颗阿法心脏，我们阿法心脏有七个。啊、要找青蛙 DNA 的话，基本上要去找，要去沼泽。那在去沼泽之前，我想要把我的麻醉的能力提升一下，因为我之前上一集做长管步枪嘛，我发现它真的超烂的。长管步枪的这个麻醉效果，速度太慢了，装填速度慢到不行啊。那个敌那个阿法的那个抗麻醉效果实在是太快了，一下就被递减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老头呢。这时候呢，也是试一下去采一下这些果实跟一些这个毒的血液啊。这个毒的血液呢，是打那个我们之前第一集还是第几集？第二集嘛，要抓那个隐形的那个镰刀龙，有没有？把它杀死就会掉这个毒液哦。然后呢，老头用我们那只阿根廷巨鹰杀了大概不知道几只了，然后就获得了这么多的素材。那我们现在最缺的话就是金属剑跟我们原本的复合弓。那原本的复合弓的话，要在这边做的样子。我们来做一把复合弓吧，复合弓原始嘛范围可以，我们可以做一把复合弓，再来就是开始做我们要的这个箭矢，这个箭矢要茅草，茅草跟我们的纤维，我们的纤维有吗？哇，这一只已经没有，哎、欸，有纤维，哇，可以做、欸，做几只？99只，当然做99只不用讲啦，啊，我们直接把它替换掉，啊，需要稍等一下，需要稍等一下。对啊，那我们这样子可以做多少啊？我们趁这个时间，先去多收集一下白色果实好了。白色果实做一只要200颗，其实是还蛮多的啊。好，我们刚好有之前上一集的这个三角龙，我们稍微多采一点，稍微多采一点啊，应该够做个10来只左右了吧？对啊，我们这边的金属剑也够了，99只。好，我们把它丢进去，再丢，做这个。29只，感觉有点少哎、欸，是因为白果的关系吧？我想是因为白果的关系，感觉还是不太够，我没办法满足。来来来，继续做34哦，好，越做越多越好。好，我们的三角龙辛苦了。好了，我们的箭矢呢，现在总共有63只，然后我们可以去找我们的青蛙了哈，黄金青蛙，顺便多杀一些那个阿法的恐龙。不会主动攻击阿法恐龙，啊，这样一来呢，啊，我们就可以，啊，很丢的就是开始进我们的进化之路，啊，我的阿根廷现在还在晕眩状态，其实有点担心啊，算了，应该是不至于这么严重啊，先把你杀掉好了，哇，给的东西还蛮多的，血液，原来金色的会给啊，哎，我被咬到，居然会有流血伤害，这次的改版是怎么回事？我快被流血致死啦、啊！直接给2颗心脏，哇，还给这个饲料、欸，哎，好丢哦！哎呦，装备、欸、太屌了！好，前面的什么？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你实在太令人畏惧了！你千万不要过来！
太夸张了。阿法的阿根廷巨婴，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是角龙哎、欸。想说要不要顺便拿一下，以后用得到。试试看这个剑的威力就知道了，以后用不用得到了。试试看这剑的威力，有中吗？我靠，这个剑的威力实在太猛了吧！居然把它弄到跑掉、欸，哎。来来，捡了捡了，这不用讲了，先走了，哥先走，哥先走了，拿了你的 DNA 就可以先走了，以后可以用得到。哦，这个不会攻击的，来，直接晕有没有？超级强效，来，再拿你的 DNA， 可是我要的是青蛙，不是你的，但是我还是保持着加减拿的心态。来，把你东西给我。好，这个就给的少了。等一下，我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啊？哦、我的天啊！这是可以晕的东西吗？等一下，这到底能不能抓、啊？我很好奇、欸。哇，叫什么东西？你们搞黑家嘞？哎、欸，他们有晕眩纸哎、欸，这到底能不能驯服啊？如果我说我这边强行用射的呢？他、啊、在水里嘛？哇，有飞龙，先跑了。抱歉，我错了。怎么这里也有飞龙哥啊？太夸张了吧！这世界是充满了什么？充满了毁灭吗？你看，这应该是可以抓的，没有错。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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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，有话好说啊，不是现在啊。螳螂，我不要螳螂，但是我要他的 DNA。这个角度应该是不会死吧？哈喽，螳螂哥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 ！No！ 好，这个高度我可以。开始会绕路了是吧？不要，不要，有话好说。跑了。哎、欸、嘿，所以说我拿 DNA， 我可不可以用饲料喂它、啊？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哎、啊，靠药，我们没有白色果酱了，现场采。好。哎、欸，不要那么早醒来啊！我们试试看好了，这到底能不能抓？又是一个重点。带一只回去也不错啊。他吃不吃？走开啊！他不吃，不要弄我啦！你真的很烦哎、欸！走开！哇，这只血好多、哦！咬，咬死他！趁他还没有醒来之前，这些阿巴都无法抓了。获得你的心脏，我非常的开心。OK， 我们终于找到这只魔鬼蛙了，真的是有点难找、欸，我的天啊！它这是稀有动物，是要灭绝是吧？找一个东西找老半天啊！废话不多说啊，咱们直接抓了啦。不过这个应该是先把它晕掉吧？怎么办？它现在这个距离，我要不要把它带岸上啊？应该可以把它抓起来吧？抓！哇，居然失败了。我很怕他攻击我，你知道吗？超级怕。我只要你的 DNA 而已，你就乖乖就范吧你。等一下，这是没体力哇！我居然没体力了啊！还好，岸边而已，可以接受，没关系。这些都奈何不了我的。来，不要挡我的路。射得到吗？干，在海中射不到他。不要在那边玩水啊！快点让我射你。三二一，中！完了，巷子摸象。我突然感到无奈啊、哦，看得到吃不到啊！来，来，抓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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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有用抓的很耗体力耶。
快点啦！射不到啦！有了有了，他现在生气。来，岸上岸上定估值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我第一次为这种青蛙感到烦恼。哎、欸，它可以，哎、欸，它也可以进化、欸，哎，好屌啊、喔！这只也可以进化、欸，哎，等一下来不及了，死了！哈哈哈，刚抓而已，立马就死亡了。算了，没关系，至少我有你的东西了。只是我纳闷是它刚刚上面的进化是什么意思，不懂哎、欸，算了。可能是以后的秘密吧，我们以后再说。我们先把它咬掉，气死我了！烂游戏，来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先回去，啊，把我们那一只该死的电鳗先进化一下，看它变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有那该死的那个 DNA 了，可以让它进化了。这是哪一个？这个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他这次进化变鱼龙之后，后面就开始是五个分歧点，五条线在跑，看你要进化哪里。可是这样的话，代表说可能需要的材料又越来越靠北了，绝对会让你找到苦，收集到苦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你到底是要不要进化？啊，有了有了，哦，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，啊，愚蠢的电鳗进化，超级愚蠢，不是我要讲，真的是笨死了。为什么作者要把初始进化的东西设定在电鳗身上呢？你也可以是嘟嘟鸟啊，这样不是可以简单一点吗？搞得这么辛苦干嘛？真是累死人嘞、欸！啊，快点变你的鱼龙吧你！啊，变鱼龙了啦，快点！耶、yeah, ，好开心哦！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哇，变成鱼龙了，超卡哇伊，呵。你现在呢？这边总共有五种嘛？哎、欸，怎么为什么是六种啊？我这边的资料是错误吗？一二三四五，可是这边里面就写五啊。哦，下面还有一个，哎、欸，那个不是。他这边有写飞行生物、进化草食、跟进化肉食，还有进化爬虫类、进化海洋。我比较想要先飞行诶、欸、，fly f i f l y i n g 是哪一个 ？f l y i n g 是哪一个？这个是什么 ？evil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F 在哪里啊？嗯，名称是看哪一个？哎呀，这里都没有写啊。等一下，怎么感觉都长一样？等一下，我要先确认这些到底是哪一个。飞行生物那一栏的话是企鹅，企鹅是 KIR 在哪里？找到了这个，它要什么？他要熊的 DNA 跟二十颗心脏，我有二十颗心脏啦，但是熊的 DNA 是没有啦，命是一条啦，好不好？要进化成企鹅，好，我们今天再让他进化一次吧。可是他要 bear 的 ，T E R R O， 对不对 ？B I A B I R D， 我看一下这到底是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是害鸟是不是？我去看一下攻略，这是不是害鸟？您说您是不是害鸟啊？哎、欸，真的是害鸟哎、欸！哇，那我们刚刚有遇到说，来来来，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哈，我们先让它被动，我们赶快去找一只害鸟，快点快点，再让它进化成第二阶段变成企鹅，再让它变成飞行生物。我记得我们在这附近有找到它一只害鸟，只是我们那时候不太想打理它而已，因为我觉得它很烦。2000 years later. OK， 太好了。我们的鱼龙又可以再进化一次了，非常好。来来来，就是这个 K A I R， 太好了，进化第二阶段。我们下一集呢，再收集更多的心脏，啊，再想办法让它快速的进化成会飞的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离开我们的阿根廷巨鹰，我们就可以培养强大一点的阿法恐龙。哦，我们就不要再这么的痛苦了，实在是太痛苦了，我的天啊！今天这一集我好累哦，哇！到后面可以进化尊贵的阿根廷巨鹰诶，啊，如果是选择无齿翼龙的话，那边是可以进化成，哎、欸，企鹅出来了，我看一下，来来来，过来，让你上岸一下，哈哈，
欸，为什么还在扣血啊？是我错觉吗？那血变少了。哇，现在变成需要两种是吧？开始这么贪心了，又要害鸟，各种害鸟呢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为止了，我们成功让它进化成企鹅了，实在是累死人了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影片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 DNA 模组生存，再见啦，拜拜。